铜锣烧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昨天晚上刷新店的时候，发现万科里边新开了一家铜锣烧，这天津脑袋怎么忍得住呀？这少说也得有几十种吧，还有绵绵冰，都是点单之后现做的，每一个馅儿都很大。哇，他们家外卖好多呀！啊，然后我要一个香芋糯叽叽，一个奶油鲜茫茫，来尝尝这个红豆抹茶冰淇淋的。这个造型可真是太辣回头率了，眼瞅着一个好大的冰淇淋球按了进去，那是一点点甜，加一点点苦，还带一丢丢茶香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嘴有信心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咬。哇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馅儿多到爆开。哇，这不得把糯叽叽脑袋迷死。饼皮甜甜软软的，芋泥很扎实，但是甜度很克制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顶饱，还有个奶油的，哦，中间是新鲜的大块芒果，奶油很顺滑，搭配上那个芒果也不会觉得腻。好吃的。他们家就在悦回万科4层，好后悔我自己一个人来的呀，不然还能多尝几种味道。